年的世界是糖果色，少年的世界是无限可能。走过20岁的路口，我想对自己说，我的世界还有很多未完成。我想去拥抱未来，完成我的未完成。咱们两个可以一起给他们拍一个节目。好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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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站好队形，5、6、7、8，既能展现这个音乐的这种拉丁的曲风，然后也很简单。这个就是比较常见的两周跳，这样走上来也可以，这样滑上来也可以，然后这样滑上来之后停在这儿。小朋友们做一下一竖排的这个动作，咱们一起加入游戏吧。老鹰捉小鸡都玩过吧？来吧，开始啦。嗨，人们常说世界上最容易获得快乐的就是小孩子了，谢谢我的小老师们，让我又一次认真地享受了儿时的快乐。过来过来，来，咱们要邀请坤坤哥哥跟咱们一起学习这段舞蹈。我觉得这一次表演可以让笑笑单独为大家有一段solo 这样。所以我的给你留的惊喜就是说，你跟笑笑一起，你们两个做一些双人的舞蹈，双人的动作。好呀好呀好呀好。2，定。有自己的兴趣并不难，但难的是把兴趣变成专业，这需要经历一次次的挫折后继续前行。你们觉得坤坤哥哥帅不帅啊？帅。你们要多喝牛奶，健康成长，这样才能像哥哥一样优秀。好，马上就要上场了，我们一起加个油吧。3、2、1，往上，加油，出发喽，走喽。大家觉得这堂课跟坤坤哥哥玩的怎么样啊？开不开心？开心。你们自我介绍一下，多大了？周思玲，今年12岁。学多少年滑冰了？6年。哇，6年。我叫李浩明，今年8岁了，学了1年多1点。1年多1点。好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。你还会来滑吗？会啊，有空的话，你们会免费带我滑吗？我也收了钱。那个，你是舞蹈学了多久？我的舞蹈差不多也是大概在13、14岁的时候就开始去上课，开始学。那你压腿吗？压呀。你现在能劈出叉吗？我们都可以哦。你们厉害，你们是小老师啊。我有。如果坚持下去了，我们会参加奥运会。对。就是参加奥运会的时候就特别紧张，就感觉很多人看着我的。不敢去做动作，那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？你就把台下的人都当成大白菜，都给抢答了。白菜萝卜。
其实你就不要想有人在看着你，就想着你自己是最好的，已经练习了这么久，付出了这么多时间，你一定能够在那一下拿出最好的状态，因为你所有的练习都是为了那一刻。当你能够把这支舞练好了之后，就像你们现在滑冰，想象一下自己将来站在舞台上的样子，就会比较动力坚持下去。加油，你们都要参加奥运会好不好？来好这边。其实被小朋友们他们的热情，被他们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活力感动到了。一场精彩的表演背后是表演者们不知疲倦的练习，这群小朋友的坚持一直在感染着我，希望我们也可以以童真的心去热爱这个世界，也希望每个你都有梦可依，未来可期。我妈妈告诉我，喝牛奶可以长高高。我也要喝牛奶，我也要长高高。